Why not teach me Chinese? Why not? Last time, we'll teach you Chinese. 你好。Repeat after me. 十。狗头人身的影片呢，现在在网络上大为流行，让人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怪物吗？其实这是澳洲网友在搞怪，他躲在一只狗狗的后面呢，加上天衣无缝的手势搭配，乍看之下还真会让人产生狼人的错觉哦。iPad 的超炫功能触控萤幕让美国玩家爱不释手，自己玩还不够，有四组还为爱猫准备了一台，萤幕上的绿色线条让猫咪忍不住伸出爪子。画面变成黑白琴键，猫咪当场变身钢琴大师。不过猫咪很捧场，狗狗却是不太领情。It's okay. Come here, look.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显然不对狗狗的胃口，对着画面就是一阵狂吠。砸大钱却不得爱犬欢心，饲主换个方式玩起了狗头人身的游戏。来自奥地利这支短片在网上引爆轰动，从法国到美国都出现了搞笑者。英国这只狗更厉害，竟然还会看报纸。世界でも最も素晴らしい犬だ。这些网络上的爆红短片也让人见识到饲主对于爱猫爱犬的宠爱完全无上限。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 Repeat after me 十. 十.